我是主席啊，铜锣庙主席，这一届的主席陈清专，非常高兴，今天呢能够在这里做一个简介，就是说，我们铜锣庙今天能够传承百年香火呢，其实是从我爷爷的时代已经开始了，经过我爷爷、我爸爸奉献了整整的六七十年的精神 和心血在这一间庙里面。传承到我的手上已经是第四代了，现在连我的侄儿甚至我未来我儿子也都会参与这个庙的一些庙会的活动，所以我们这个香火呢能够传承到今天呢，是我们先辈，尤其是我本身我老爸他
他们付出的很多的心血在这里，还有我哥哥啊，之前是前任主席，现在我们呢很多一家人都很多人都很乐意的来参与这个本庙的一些庙会，我们都是以义工无条件的付出来把这本庙那个庙务发扬光大，希望有更多的信徒可以有一个膜拜的地方，因为我们这个关公呢，除了让你心想事成、有求必应以外，它最大的特色就是它可以派草药，可以医治很多人。它由100年前到现在，已经是医人无数了。所以这个香火能够这样鼎盛呢，这个关公对本地的，甚至国外，或者是本地以外的信徒们贡献的是非常的大，所以我们今天举办的一些活动，有这么多人可以鼎力的相助，大家都很不留余力的来答谢呢，就是因为受了我们关公的一些关照，因为我们关公真的是可以帮到他们让他们无论在生意上或者在健康，或者是有其他的有求必应。所以能够使到那些信徒们很乐意的，在每一年我们这个庙会的主持，这个举行的时候，都会有人很乐捐，完全可以不求回报的，甚至真的出钱又出力的非常多，所以我们希望把这个精神呢，可以永远的，不只是到我们这一代，我们可以代代都可以传承下去。谢谢各位。大家好，我叫林国帝，我姓林国帝。我稍微介绍一下我们的关帝圣经，它的从中国跋涉，那个时候是差不多110多年了，由我们的新贤带来他的香火来大马供奉。我们供奉的主神就是关帝圣经。那么在早期他们称为山西夫子，山西是就是关帝公的出生地，夫子是一个圣人了，叫做孔夫子这样了。说山西夫子其实就是等于关帝公，我们除了供奉关帝公之外呢，关帝公有左右所了，就是关平圣子，还有一个周大将军，其他的神明还有就是三官大帝，还有护德正神、观音、佛祖这样。大家好，我首先要说明一下。这个窍呢，应该是说来自中国。中国铜陵庙是源自已经明朝时代，已经300-400年了，所以它传下来就是关帝公有什么问事的时候，他就做窍，窍关帝公请到这边，然后用红布把它绑起来，我们就两个人在扛。刚关帝公来的时候，他整个窍呢就很重，沉重开始写字办事，这是我们的一个很大的特色。因为它源自中国。据我们所考察所知道的，在大马，好像我们时常问一些朋友什么，在其他各地走动的，就是不曾看过有这样的窍的，很有可能在大马我们是唯一的，很有可能是这样了。那么中国当然现在还是有，我们在去年我们也曾经回乡，就是探祖，这样也是中国也是还是有。在我们现在呢，我们说铜锣庙呢是最大的特色，这个耕九就是耕窍。现在我们每逢拜二拜五晚上就有一些人来问事，关帝公可以写药名啊什么等等来帮助，因为几十年来关帝公就是因为这样来扎根下去，就是也是可以说是关帝公的灵感最重大的一个对村民最大贡献，就是耕九问事。在早期还可以找草药，草药就是找我们的草药，但是现在随着社会发展呢，那个屋地已经草药已经慢慢没有了，所以草药这个环节就比较没有了。现在每个星期二和星期五我们也欢迎大家啦，如果有什么事来问也可以方便，每逢星期二星期五晚上8点8点多来这边问事。 OK， 大概是这样。您的名字？这个匾牌是在1950年的时候，本来我们这个关帝公呢是在住家被人膜拜的，但是因为有信徒想要把它移出来嘛，就是说在一个住家的旁边把它移成一半，然后就是这样让大家就是村民也可以来膜拜这个关公，所以这样就是由那个时候开始的。
我们才有一间小庙寄人于屋下屋檐之下啦。然后就由一个已故的一个老先生，就是洪义忠先生，叫他提书嘛。然后因为当时呢，他不可以说这个是关帝庙，因为这个我们的香佛是在安溪嘛，在中国安溪，所以只能够说是铜锣主关帝庙，就是这个由来。因为这个啊，其实我能够在这里当义工，是我们整个家族都一直在膜拜关帝公啊。自从我父亲到我们还有我的其他家人，已经经过了四五代了，算是长期的一个义工。那我们主要的工作是负责什么？对我来讲，主要是耕狗、耕教。耕教做什么？就是延续我们早期小时候的时候就在铜锣庙里面在成长。啊，这个成长的过程中呢，我们知道关帝公可以，他的强项在哪里？就是解药名找药来医治很多的病。啊，当然，我们的家庭成员，包括我的家人呢，也是有受过关帝公的一些恩惠。因为这样，我们抱着感恩心，才能够在这里这样继续的做下去。主要我们也是很单纯的一个心念，就是希望关帝公的显灵能够帮助更好。虽然目前科学是很发达的，医学也很发达，就是很多病医不好的，还是要经过关帝公给他调治一下，他就会好了。就是我相信这个是我们最根本、最基本的，能够在这里受到大众的膜拜的一个主要的因素。OK， 谢谢。好，我是郑文富，在这个铜锣庙关圣帝君理事副总务。我五年前呢是在那个会务顾问陈振耀的引导下来到本庙帮忙，也有一段时期啊，算是五年的时候了。现在我负责的那个方面呢，就是大日子的时候我在这里帮忙一些事务，还有平常有问事的时候，我是在这负责文书那方面的啊，算是帮忙写那些药材关帝公派出来的那些药材，我是在这里帮忙写给那些新铜锣庙也有成立一个慈善组织，叫做关怀组，成立于2013年到现在2019年已经有6年的时间了。我们从事的多数的是那个捐款，很多善心人士来捐款的，然后我们把这些资金拿去帮助那些有需要的，比如讲病人那些贫穷人士那些比较。是给会员还是给外面的人？外面的。哦，等一下，是给外面社会人士。社会人士啊。不只是会员嘛啦。没有。哦，不是来这边拜神才有啦。外面。社会里面都可以，也可以讲是社会人士。OK， 好 ，OK， 这样子可以。这把盐业刀呢是关公的专用哦，就是大概有四五十年的历史了。40年。但是到今天为止还不知道这把刀的重量，有人曾经猜过这个已经大概有80公斤，不过呢到目前为止没有人知道这把刀有多重，曾经。我们有一个跳童可以把这把刀抓起来耍，所以这把刀如果单单是普通人，我看要两个大汉才能够抬得起但是就是关公显灵的时候，我们的跳童可以抓起这一把刀在空地在耍刀工作了70几岁了嘛，无工作，所以也闲吼，逐工闲吼，坐咧看电视嘛，闲嘛，过来一边扫扫咧，安尼都咧香七七的啦，就无虾米啦。有偌久了？有差不多来这边20-30年了咯。是啊。搬来这边30几年，我就安尼款。我也是搬来这边，我无拢30-40岁，我就准70几岁了。逐日本来。我逐日来，逐工来。扫涂卡。有时流涂骹，初一15号，有时阿队人来烧金嘛，我就会捡香啊、捡纸啊，安尼款个尔。我有当时我厝有啥物代志，我就甲共老关讲，哎，我厝吼，我顶工早几工吼，我一只面子吼，唔食啥物个，甲我放啊，眼乒乒乓乓啊，我就甲老关讲，我唔食啥物个，那面子话遐尔，我来甲讲呢，安煞久都无了安尼。关你讲真哩有保庇啦。
做菩萨那多练，修炼心法永无杂念，花开花落在你身边，做前世今生的水莲。善因结善缘，慈悲大无边，宽阔的胸怀，动感天地间，斩断尘世缘，烦恼丢一边，跪拜在佛前，常常把经念。愿做菩萨那多莲，修炼心法开的窍眼，那河水声荡在心间，犹如歌声般的迷恋。愿做菩萨那多莲，修炼心法永无杂念，花开花落在你身边，做前世今生的水莲。等你来，壶来，壶吗？啊，壶来，壶，壶个多少烟？壶个烟。你看是帮天主爷的哦，叫黑风。来来，把这红料，把这红料，把这红料先。哇哦！注意点，哎哎，放最后，对，进去进去进去，到大了哦，行了不？行了哦，我讲你要请请三千个，不然就是挨个滚嘛，哦，两个人嘛，人家就讲用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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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花落在你身边，昨天是今生的水莲。山阴接山岳，慈悲大无边，宽阔的胸怀，动感天地间，斩断尘世缘，烦恼丢一边，跪拜在佛前，常常把经念，愿做菩萨那多莲，修炼心法开的条件，那颗水星荡在心间，犹如歌声般的迷恋。愿做菩萨那多莲，修炼心法永无杂念，花开花落在你身边，昨天是今生的水莲。花开的娇艳，那河水声荡在心间，犹如歌声般的迷恋。也是话来着，好耍啊！过了那年年年年啊，赶紧赶工人，现在人家规章也弄沙沙了嘞。Gracias.
什么这张啊？你是哪个？哪个？第一个。另外还有什么？好的。
三年限量。一两二五八九是吧？你买了？来削一下。帮下面帮布啊，什么官来啊？阿廖呢？来这边。今早街道落去，要整架山机来，回落去叫你。哎，送了哦。好，该送的。阿武的阿这个的，伊当无。啊，今早到未到你？来来来，来行要阿武行要。啊，这个当无行要的。你讲啊。
文士啊，唐山范桂里啊，南唐台啊，林国义，林桂江兄弟。行走路你也老听呀哟哎开开老听你说哎开开老听
你搞一多点爱话。干了，干了，干了。我干一个多吗？啊。应该到中午就使下，你会落啊？你两道。Thank you.
头上分界顶，天地五甲分布于二十八宿，台湾名啊开开，紫米带军到中台，剑剑火光，炎炎光，闪闪啊！有啊！马林，马马过马人，能跟能骑。我空了，我今天没带走，我给你。那都都没带走。落叶，落叶，拍片。来，走。
video 啊，สวัสดีครับสวัสดีครับอืมโอ้ก็วะไ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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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ไ主持人，新星期，主持人，我啦，安生贵呀呀呀，哎呀，万呀呀，在贵呀呀，万生贵来来来哟，干嘛干嘛干嘛？是干嘛？天龙宫。哦，好，是干嘛啊 ？OK。是柔佛州西加茂啊，今天一个小组来到这个林卡洞来拜这个观地圣经啊。OK， 好，我们来。OK。今天非常高兴啊，我们的兄弟庙啊，就是圣阿妈的天龙宫。啊，老远的，出席我们这个5月13的这个观地
关帝圣经的这个圣诞千秋啊，非常高兴他们能够抽空的出席，我们非常的感激啊，谢谢他们的光临。感谢这红楼庙的理事会，来我们的主席啊，邀请到我们来自西江墨乾隆宫的理事来出席今天五月十三的交流啦啊。那么在此代表乾隆宫全体理事啊，祝我们任嘉龙的理事会身体健康，事事顺利啦。OK。平安。欧巴。欧巴。再来，一二三。平安。欧巴。莫你去台西呀，莫呀！啊，Oh